大爱电视台官方 APP 今天7月1号开始正式上架，只要到 Android APP 平台界面输入大爱电视就能够安装及时收看。那么里头呢，除了有大爱一台、大爱二台 HD， 另外还有广播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，也是有正言上人的法音节目。而另外呢，同时提供了播放回溯功能，就是可以回看2小时之前的节目，相当的方便。打上大爱电视4个字，搜寻下载安装，不到3分钟就能线上同步收看大爱电视。是7月1号，大爱电视台官方的 APK， 真正在 Android 手机跟平板上面都可以使用的这支程式呢，终于正式的上架了。直播画面下方列有节目表，方便收看观众查询喜爱的节目。不只是大爱一台，连二台高画质频道以及大爱网络电台都能随点随播。影业集团举办的公益广告大赛中，大爱电视台成为唯一受邀的境外合作伙伴。错过大爱新闻没关系，这套 APP 还设有回溯功能，只要按住时间播放键，就可以看到2个小时以前的节目。现代人时间都很忙，很难在准确的时间守在电视机前面看想要看到的节目，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些城市里面新增了时光回溯的功能，您就不用赶在8点钟一定要赶到家里才看得到大爱剧场。亲近正言上人法语更方便，点开节目列表，人间菩提、静思晨语、菩提心药都能收看。3C 产品一手掌握，上人智慧带着走。大爱新闻张一千、李建宽台北报。